来，吃了，这是我们自家弄的油炸肉，我做很厉害，估计弄点出来吃。这个里面肥肉很少啊，基本上都是筋肉。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的？ 把它重新盖起来，放进去蒸一蒸。现在已经熟了，马上可以开吃。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油炸肉。啊，开始煮饭。嗯，好香，好香。 油炸肉，开始吃饭了。这是我们山里的野菜啊，这个，然后吃一块油炸肉，看这个，这个。